你看，全是小狗狗，全是小小黑。小黑出去上厕所去了，我再看着一下。哎呀，实在太可爱。他下面垫的这个挺脏了，我重新给他买了两个被子，等一下给他换一下。看一下这帮家伙，全都在吃奶。我的天哪！我看一下，哎，正在吃奶，别压着他呀！来来来，看一下，来，哇，这个怎么那么肥？看，小黑妞，你太能耐了啊！一下给我整出八个宝宝来，八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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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发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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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能耐啊！我啥也不服，我就服你黑妞啊，居然给我生那么吉祥的数字出来，谢谢你啊，我以后就发了，你知道吗黑妞，我得好好对你，知道吗？看一下这小家伙，哎呦，他的脸上也跟小黑一样有两个能带来好运的点。我的天哪，你别吓人哦，哥哥吃肥头大耳的，肥肥胖胖的，你看八个居然，哦，我有两天晚上都没睡觉了，一直在照顾他们，真的眼睛都没有闭一下，因为我担心就是小黑吧，他特别笨，他有时会压着这个小狗狗，我得随时看着。还有有的吧，他吃这个奶吃不到，是八个，他好像有八个奶头吧，但是有的压着一个，他挡着别的吃不到，所以说我得照顾一下，有谁吃不到的话我就给他挪过去，非常不容易啊。这个就是给他们买的两床被子，等一下准备给他垫上吧，就给他盖在上面吧。盖这被子吧还有讲究，你不能全部盖，盖了的话他不舒服，也不能盖到小狗狗啊，就让他取取暖吧，只要母狗的身上是暖和的，那小狗狗也没事啊。哎，黑妞，你看你这表情，一脸幸福的模样，哎呦，还怀念无人区不啊？早上起来先给小黑泡点羊奶粉吧，他得需要补充营养。坐，保镖，来，保镖，给你喝一点。哎呀，保镖是亲生的啊，小黄小黑是后娘养的，喝吧，少喝点啊，别喝那么多，知道没？要是你能耐，你也怀孕，我也给你喝，喝。喝黑妞，喝羊奶粉。哎呀，喝慢点哦，你这喝太快了，慢慢喝啊，都是你的，喝吧。早上起来先给小黑喂点羊奶粉，暖暖肠胃。小黑真的太伟大了，太厉害了，居然给我生了八个发，以后不发都难哦。哎，黑妞，谢谢你哦。哎呀，看一下这群小家伙，一个趴一个的抢着喝奶。哎呦，哥哥肥头大耳的，也没少喝呀。看，哎，肉嘟嘟的。黑妞，吃鸡蛋，再吃个鸡蛋。来来来，哎呀，还得我送到你面前，照顾孕妇啊，不容易啊。吃吧，黑妞，好吃吧？啊？全部干掉，顺便把碗也洗了，孕妇也得干点活呀。现在准备给他们做饭吧。哎呀，本来去买鸡胸肉的没买到啊，白跑一趟，然后搞了点这个肥牛、豆腐还有青菜，准备给他们做吧。看，还有生菜、白菜、金针菇，准备好好给他们喂好吧。哎呀，人无所谓啊，狗得喂好啊。现在小黑需要吃一些容易消化的东西，我就给他煮方便面，放点青菜，把那些肉放在里面，等一下再搞点米饭，搞点狗粮在里面泡来给他吃吧。这个多少钱一个？5块1个。多少钱一斤嘛？9块1斤。咋了？9块1斤，给我称一点，我拿去喂狗的。啊，太烫了的话也不太好。那行。你选要。称这两个吧。称两个。因为太烫了，我还得冷半天才给他吃，你直接这样子给我撑了就完事了。你养的多大的狗，你这么投资了？
啊？那你养了它不得对它好一点吗？他们说狗吃完这个红薯吧，就是说对身体特别好，然后就给它买两个吧。嗯，行，好，嗯，好，我已经付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啊，这个红薯看起来还挺好吃的，先给小黑吃一点吧。吃红薯，黑妞。哎呦，这家伙不敢吃，他从来没吃过。哎呦，黑妞，这很好吃的，嘿嘿，脏狗不吃红薯，吃吧。哎呀，舔了半天，尝了点味道才吃。哎呦，可怜的娃，吃吧，很好吃的，赶紧，别舔了，直接干吧。哎，红薯都没吃过，你这可怜呀，赶紧干，别舔了，直接干。哎呦，哪来那么多事儿？赶紧吃，还得我亲自喂你，哎，不容易。又给他们煮了一碗米饭，少一点米饭，等一下再放点狗粮。把这个汤里面有肉有菜，方便面倒在里面，还有金针菇啥的，给他们吃吧。黑妞，吃吧，吃挺香呀，吃两顿啊，吃一半，剩下的一半等到晚上我给你肉一下，你再吃。孕妇要少吃多餐，明白了没？啊？你看你的小宝宝，哎呀，全是小小黑啊，可可爱了，哼。以后长大了也跟你一样傻乎乎的，脸上还长两个点，给我带来好运的。黑妞，一下干掉一大半了哦，差不多得了啊，晚上再吃好不好？晚上我给你热一下再吃，你已经吃的差不多了啊，吃了那么多东西了，晚上还是你的，好不好？少吃多餐，孕妇要，听见没有？黑妞是生宝宝以后今天第一次拉大便，拉的还挺成型的，很健康啊，大家放心吧。几个狗狗我都已经喂饱了，小黑因为他刚生完宝宝，所以说正在恢复身体，要给他少吃多餐，还剩了一点点，晚上再给他热一下，再给他吃一顿吧。啊，小黑真的非常坚强，真的前天晚上连生八个，真的让我佩服的五体投地啊。要是普通的狗狗，真的我估计生了的话站都站不起来，但是他昨天早上就能站起来，不愧是高原出生的狗，非常坚强。还有，我还是相信那句话，有什么样的主人就是什么样的狗啊，真的。我本身就是个很坚强的人，大家都知道，你看遇到了所有的困难从来不会放弃，真的就是老子一根筋吧，硬着头皮去干吧，干就完了，想太多没用啊。我就小黄小黑的过程，现在自己去回忆起来都会让自己流眼泪，真的。也不知道自己当时怎么想的，居然能坚持把它救出来。因为小黑啊，它是个特别乖的狗，它不会说像小黄一样啊，别人捉不到它，可能也许说想救它救不到，但是小黑绝对是很容易就能把它带走。但是它在那里啊，你看流浪了那么多年，没有一个人愿意把它带出来。哎，这次真的，我原本就只打算救小黄，没打算救它，但是它两个真的天天在一起，给感动到我了，他也比较乖，我把他给带出来了。哎，也不是说改变了他的命运吧，最起码从此以后啊，他不会为了吃喝而愁，真的不会说担心被大雨淋啥的。我也不说我付出了多少多少，真的，如果有谁觉得他做的比我还更好，真的就自己开个车去无人区坚持了60多天，就两个出来，然后再来批评我做的好或不好啊，我做的好或不好跟大家没什么关系，我不是向大家请功的，我做这个事完全是因为我可怜他们啊，所以说我一直会坚持下去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真的得慢慢一步一步来。我现在这个车上总的加起来是11条狗，就是这种压力我不好说有多大，因为我说了大家有可能不理解，真的，你就像我一样开个车，你养11条狗你试一下吧，你就知道，真的睡觉基本睡不着。这两天晚上那个小奶狗吧，它会比赛，你知道吗？一个叫的比一个大声，哎呀，听起来吧又是一种幸福的声音，总感觉自己拯救了那么多生命吧，为自己的这种坚持而感到自豪。我今天就说这么多啊，非常感谢大家看我的视频，下期再见。